上悄悄爬上来，绿油油的森林海，猫头鹰在眨眼睛，我在月中看星星，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。月亮悄悄爬上来，绿油油的森林海，猫头鹰在眨眼睛，我在月中看星星，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，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。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，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。智慧树上智慧果，智慧树下你和我，智慧树前做游戏，欢乐多又多。因为有你，杨晴。大家好，我叫李雪兰，接下来我将用它为大家带来一首《凤凰于飞》。小朋友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呀？怎么拿两个小棍敲来敲去，看着太有意思了。小朋友演奏的乐器叫做扬琴哦。那扬琴是中国民乐吗？扬琴是我国的民族乐器，但是扬琴的起源并不在中国。扬琴是明朝末期由波斯传入的。扬琴的体积很大，它有琴体和琴架组成。扬琴的声音非常清脆明亮，它的表现力也十分丰富。慢奏时，它的音色就像叮咚的山泉。摩尔，扬琴一眼望去好多琴弦呀，它的琴弦到底有多少根呢？扬琴是民族乐器中琴弦最多的乐器，一共有144根琴弦，也是唯一不用手指触碰琴弦，通过两个富有弹性的竹制小锤敲击琴弦发出声音。竟然有144根，演奏的时候能准确地敲击在琴弦上，肯定也很难吧？没错，但是只要认真练习，你也很快就能演奏出好听的曲子了。而且扬琴不仅可以独奏，
合奏，还可以为情书、戏剧等伴奏。扬琴的声音好好听啊，在伴奏里表现的也很棒呢。没错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，它的声音可以和各种乐器混搭哦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认识了什么乐器呢？扬琴。没错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继续为小朋友们介绍其他的知识，一定要收看哦。再见。再见再见。宝贝冲冲冲，今天的宝贝冲冲冲要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游戏规则吧。两队同时出发，从起点用肚子顶着彩纸跑到终点，然后把彩纸团成一团完成投篮，限定时间内投中多的一队获胜。两队的小朋友准备好，哪队小朋友投进去的纸球最多，哪队的小朋友就获胜了。来，现在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把手放开，把手放开。好，特别棒，投篮。哦，有点可惜，快回来，快回来。好，第二个小朋友出发。好，去后面排队。啊，有点可惜，来，第三个小朋友出发。出发！哎，特别棒，特别标准，在红线的地方。好。哎，投中了，特别棒！快回来，不要拿手碰啊。这个游戏看着很简单，但是要把纸团投进篮筐里并不容易哦。小朋友们需要快速的奔跑，才可以把彩纸运到终点，速度慢一点，彩纸就会掉下来哟。这个掉了就不算了，你出发吧。掉了就不要了啊，特别棒。投篮之前的团纸团也很关键，必须要使劲儿的将彩纸团成一个结实的纸团，才能把彩纸扔出去。好，你跑吧，走。投中了，好。但是提醒小朋友们，运动之前别忘了先做热身哦。哎，有点可惜，看有的小朋友都没有团好就投了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是他们太着急了。回来吗？最后的投篮是非常考验小朋友们手眼协调能力的，只有力量和准度掌握得刚刚好，才能投进纸团哟。加油，看哪队的小朋友投进去最多。好棒，中了。下一个，你们刚才谁表现最好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比我们投的都要多。啊，投中了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啊，时间到。最后两个很可惜，两个小朋友都没有投中啊！我要开始公布大家的成绩了，你们觉得谁会赢？我。那我来宣布一下你们投进去的球的数量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我们成队的小朋友一共投进了五个纸团。耶耶！给他们投了七。对，我们绿队的小朋友投进去七个，所以你们赢了。绿队赢了，你们服不服气？不服气。因为他们没投准，谁都不服他们的。那你们他们，我不服你们。那你们要不要再来一局？再来一局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再来一轮。刚才我们是三分钟，然后现在呢变成一分半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啊，准备开始。好，把手打开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球能不能？哇，中了！啊，投中了！快，第二个小朋友出发。
赛诗提醒小朋友们，做游戏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哦。成队在第二轮比拼的时候，每一个队员都非常认真，前三个投篮就领先绿队两个球。这一轮成队能不能扳回一分呢？快投，小男生，看你的准确率高不高。加油！耶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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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三十秒，小朋友们加油了！团成圆形，弄得小一点就可以扔进去。胜者是橘队，因为橘队我们投中了五个，绿队这次我们投中了三个，所以这次是橘队获胜。我们也获胜了一次。对，你们也获胜了一次，所以我们的总成绩是1-1。我们都是小冠军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拥抱一下。啊，都是小冠军，特别棒。游戏过后，两队小朋友争先恐后开始收拾地上的纸团，他们捡这些纸团干什么呢？把这些都收回去，然后我们回到教室还可以折纸画画。大声说，小朋友们你们好呀，在本期的大声说节目中，小动物们遇到了很多难题，小朋友们会给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？小兔子在森林里迷路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小兔子迷路了，我可以找一个地图，看地图的位置，然后把它送回家。我会领着它，把它给送到家了。我会说你的家在哪里，然后呢？然后他说他要是找完带我去找。我带着小兔子走啊走啊走，走到了好远好远的地方，小兔子说这就是我的家，谢谢你。我会帮助小兔子，我没帮助他，他就自己蹦蹦跳跳跑回幼儿园去了。小鸡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拿一个绳子，用绳子叫小鸡抓住绳子，然后给上来之后给它擦干，然后就给它送回家就可以了。我会拿一个大渔网，然后呢把小瞄准时机就把小鸡捞了上来，给它包一个棉袄，然后给它拽下去，我再把它送回鸡窝。香蕉树太高了，小猴子够不到树上的香蕉，你会怎么办？叫消防车用它的圆梯升上去。喂，119吗？这边有一个小猴子爬不上去，树太高了，香蕉在上面，能不能叫云梯消防车来把它升上去？能，你在这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去。中间那棵大树。知道了。猴子爬上去，然后够到香蕉了，然后下来。我看见小猴子之后，我又树枝搭了个梯子，再爬上去，然后呢给小猴子摘一个香蕉，然后再下来给小猴子。爬爬爬让他妈妈给他找食物呗。大狐狸会爬树，让他爬树摘香蕉呗。我家有香蕉，万一你不知道碰见了这只小猴子，你那香蕉忘带了怎么办？
那我就拿个梯子，特别高的梯子，就把它摘一把，像这样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找到梯子呢？我没找到梯子啊，那我就用一些什么大的东西叠起来，我就踩到最高，然后我就踩到最高的，我就摘到一把香蕉给小猴子，小猴子就开心的蹦蹦跳跳的。看到树上的小熊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要是森林里小熊受伤了，我可以拨打120叫救护车来救。有猪的房子被吹跑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给小猪造成一个砖头模样的房子，因为咱们这个房子就用砖改的，它那个样子是房顶尖尖的，下头是正方形的，然后呢，那个房子刷上了很多彩色的油漆。我希望用石头搭一个房间，因为石头特别结实。我希望给它搭一个三角形的房子，给它刷上红色的漆。我希望给小猪用石头做个彩虹的石头房，因为我喜欢彩虹。我希望小猪很喜欢。可以。建个那个草房，不行，建个砖头的不行吗？那就用石头，跟砖一样的。我晓得用什么了，石头和砖。OK， 小猪，那我就会制造一个小猪窝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家门口，给安装的实实的，不，大风吹也吹不倒。使劲吹也吹不倒，不管是狂风还是暴雨都是吹不着。我家要是有两个门，一个是挨着小猪的门，一个是挨着陆地的门。然后呢，要是狂风的时候，我会把小猪从猪窝里抱进来，要不然的话，它会冻着的。会感冒的，等狂风停了，我再把它放回猪窝里，然后顺便再给它喂点食。